我们常住大菩萨的慈悲，感恩云端所有的亲近大海众佛菩萨，我们共同群聚在此南瞻部洲，在蓬莱仙岛，在波尔摩沙，在台湾，在台东太麻里地道曙光永明博士正式启动，从华夏文明、中华文化、人类这6万年来所有的基因，我们从物质界的30%，我们从精神面的70%，我们不理解这6万年来都因为我们执着有一个我，执着有一个爱，执着造成我们的所有能量成为报恩、抱怨、讨债、还债。适逢这一次叙俊菩萨，就如同我们在文艺复兴在欧洲1913、1914在战争之前所有的叙俊病毒，就如同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在四分律的律藏里面告知我们，都是因为在无形当中有形中的战争，从30%的这一些执着的权力控制，让我们不断的演戏，演到现在6万年，最后这一世，也感恩2022年从2月19号就开始启动我们最近这2年，让我们静下来回光返照，我们被捆绑，我们在被肉体的所有我执法执给捆绑住了，所以透过今天2020年了，我们已经隔了2年多了，我们来反思，我们还要再继续活在一个黑暗恐怖害怕的6万年的轮回。6万年是最近用科学的量子思维算出来的，我们假设用简单的佛的一劫32.1年，但是3.261年，但是我们透过这个5劫了，我们算出来一共这些劫难，我们只是用一个表法在6万年，所以这30%的当中，让6万年的70%的精神困扰着我们，忧郁症在大脑皮质，在躁郁症在大脑皮质，在我们人类无法专注的扣带回，所以我们用尽了折叠拜佛瑜伽，我们用尽了立线体的瑜伽运动，无非就是要透过我们自身人类的神庭以及本神带回来，所以我们现在终于了解了，今日最重要的就是要将我们过去因为无知无明，我们透过这一把钥匙叫做钻石金钥匙，代表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感恩在2566年跟这几亿万年来当中，居然有一个在娑婆世界真正的受苦受难的地方发了如此500大愿，一个在染污的世界推荐给我们清净的世界，我们要透过这一世，我们要透过这6万年来的基因，我们要将最优良的传统华夏文明的中华文化的基因，透过华严经的道元功德母 RNA， 我们要正式的超拔我们过去，因为这个时间就像镜子，同时间展现出无量光无量寿，所以您假设愿意放下看破，对每一件事情，对家人父母亲，对夫妻丈夫妻子，对儿女男生女生，对于我们周边的一切人事物，我们终于明白了，它是从我们镜子里面镜像神经元所投射出来的，我们愿意透过白净生活管理科学，我们的意图来调整，我们如何调整，我们这一把钥匙拿出来，我们
们将过去的阿赖耶识第七意识透过深入的佛法，将我们的大脑，将我们的脑中，将我们的小脑，我们要透过生物的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类完全回到此刻，将我们祖先给予我们身体里面的 ATP 里面最深层的母源，从21年前我们再次的回到这六万，从六度波罗蜜，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我们愿意将每一个人即将会面临的临终这一刻，我们要透过佛经的大智度论，我们有智慧的回到我们自身，我们从内在深层的一层一层的剥离，我们要将我们更深的碱基，也就是 DNA 里面的 ACUZATUG， 原来它都是一个形容词，所以我们现在用强而有力的代名词的形容词，用动词出来的就是一句南无。我们吸气的时候南无，我们吐气的时候阿弥陀佛，我们吸气的时候阿弥南无，我们吐气的时候南无阿弥陀佛。我们愿意将这一刻我们集体共振，将以上所叙述的，我们现在要完全进入到我们人类的大脑，强耶给他一个叫做白净的国度。我们如何将意识的心跟真正的这个心合起来呢，成为我们现在的肉体的心。我们这个肉体的心代表的是一个圣洁、纯净、柔软、谦卑、相信、觉醒。虽然它是一个文字，但是你随着音频随文入观，我们将大脑的左右脑透过逻辑的分析唤醒心绪，提高我们现在最宽的，我们现在要一秒一秒钟直接将六万年来，将21年前的 ATP， 将几亿万年无知无明的，我们要在这一刻当中将已经61劫，也就是阿弥陀佛5劫的时间完成的佛国，打开肉体人类的身心灵工程。我们要透过这一刻100%的精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步骤，我们要让圆满具足的人类活在一个我本健康、我本喜乐、我本圆满，我回到自身当主人，我这个肉体来去自如，我这一世我懂得我来地球，我来经验，我来体验，我来创造现在佛经里面所说的每一个人都是觉悟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要这一刻，我们要记气，我们要累积，我们要将现在所有的理，也就是真理要拉到最高，这是可以圆顿的。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肉体分秒不空过，步步踏实过，每一分每一秒在人事物的生活中，我都愿意拉到最高无量光无量寿。我们感恩，感恩世尊您太慈悲了，你在南瞻部洲看到这么多受苦受难6万年的轮回，你发了500大愿到娑婆世界来了。我们在中土，我们在华夏文明，我们在中华文化的孝道，我们愿意真正的让所有的祖先不再受6万年的轮回，不断的仇报，不断的轮回报仇。我们将这6万年呢，所有的数字起来，用数位的科学累积在我们的晶片里面。我们要将阿弥陀佛，我们要将灵性的无争念国王当下出家所形成的5劫的国度，在这一刻已经成就了。所有的人类，所有的十方法界众生，所有的云端的微中子、微中子、电子、磁电，就在这一刻跟着我们，我们同声开口，回到不生不灭的灵性。我们愿意透过一呼一吸，从吸气的南无，吐气的阿弥陀佛，
也只有在我们这世最后的一次的肉体回到我们的故乡，我们才不会再造成后代的杨氏祖孙不知何错。我们今世我们有肉体，我们有思考，我们遇到了你的佛法，我们从杂染当中回到纯净，原来由肉体的扁肢体我们要共振。我们共振的这一刻，求你们跟着佛光回到我们的家，不再受整个地狱恶鬼畜生当中，尤其是这一些的黑风啊，我们只要跟着文字本身碎骨电转磁，磁转电，你一定要将黑暗啊重新架构。我们本具足圆满的，我们是清净的，所以我们会用本身碎骨强而有力的文字般若，就是要破除我们过去的执念。过去呢，因为文字造成我们的甲骨文，让我们的苏美文化的气息在我们的大脑里面一直跳脱不出来。我们现在这一刻呢，我们将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中国，我们正式的十念放光，雪山平立，呼求弥陀佛亲自接引，展现新天新地新的文明、新的佛国、新的人类、新的 DNA 降临在云端大圆满。我们同声开口，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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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满，南无阿弥陀佛。